神法身。古神法身的确不凡，但你太弱了。九幽炼狱谋，烈焰谷似乎没有神谋血脉吧？应该没有，不过他的神谋之力接近神级。原来是有备而来。哼，神轮。晴儿拥有正道之姿，将来必会拜入圣道真神门下。而且晴儿之所以练出神谋，是获得了一族传承。你究竟想说什么？古风也有一族道法神通，我们若能参详，成就真神岂不是指日可待？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哎，有好处大家共享，何乐不为。哼，我说古风不是一族，就算是，只要他不愿，没人能强求。古青山，你难道不怕圣道真神讨伐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欺我门人者，太阿神界定斩其首。虚张声势，近千年来你们太阿门谁能掌控太阿神剑？有人复苏了焚天钟，是古风还是天启？这剧中气势，虚神九品的神器自然不同凡响。凭此印记，你可掌控本座部分力量御敌。多谢前辈。你已得无之真火，假以时日可比真神。离开吧。古神子，您总算出来了。发生何事？烈焰谷来犯，他们说你区区虚神一宠也敢这么放肆。走，会合他们。本座还是那句话，他
太阿门的是非轮不到你们插手。至于天齐，你孙儿败在一个小娃娃手上，传出去可不好听啊。姿势体大，顾掌教莫要后悔。请吧。哼，爷爷，我的仇还没报呢。冥顽不灵，希望你们天骄榜之争时别遇到我，否则，哼。弟子古风，见过掌教诸位长老。都知道了。清者自清，我古风绝非异族。辛苦了。是他伤的你。哼，我太阿门可不是尔等撒野的地方。我败了。阿姐得了异族传承，不可能败，除非古风是异族。还是那句话，拿下古风皆大欢喜，不然必将大祸临头。再出言不逊，休怪我见笑无情。焚天塔是神级九品的至宝，塔内每层都有天火，威力递增。传说其第七层有真神级天火，炼化一缕即可比肩虚神。除此外，塔内还有神级传承、功法和神兵。好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！哼，你一只冰狗，凑什么热闹？小七，本座执掌冰焰，必能轻松过关。太阿门创立以来，只有四人登上六层，那传说的第七层只有祖师爷登上过。哇，师姐上了几层？第四层，我家小主可是当代佼佼者。四层而已，我家主人将会登上七层。嘿，我家主人天生起火，他才能登上第七层。哎，吴大叔，不如我们来比比看谁先登顶。可以。哇哦！咱们也要闯吗？嗯，外面候着吧。收纳禁区一族，一旦传出，必会引起众怒。胡扯，古风乃隐世古族子弟。哦，哪个古族？天雷山脉有大道禁制，通天以下修士根本不可能全身而退。从禁区走出，又身怀神级武魂，若非一族，凭什么拜入太阿门？一族曾乱灵域，必须当面审个明白。既是太阿门弟子，便轮不到外人智慧，执迷不悟。若没别的事，慢走不送。古风之事可以暂且不论，但林天齐伤了我孙儿，还请顾掌教给个说法。
什么？他不但打伤我，还杀了我的坐骑。近日，上清剑宗和剑阁皆想与我方结盟，倘若此事无法善了，你想怎么做？直说吧。哼，让林天琪与我一战，他若败，便废去修为向我弟谢罪。你堂堂超凡八重，欺负一个小孩子，合适吗？他伤得了我弟，自然能力非凡，有何不可？无妨，想斗就成全他。来人，唤林天琪。阿杰可是有正道之子，臭小子，你死定了！挑战天琪，欺负个小孩，究竟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他们在床榻，不便应战。小林，你在这等着，我去会会他们。何人要挑战我天琪师弟？天琪师弟正在床榻，想打架我奉陪。身为神子，竟然让个女人挡枪接战。口口声声讽刺别人，自己不就是畏战退缩，靠女人撑腰？打赢我，你才有资格挑战天琪。哼，如你所愿。嗯，我就说主人定会成为踏入七层的第二人。不要掉以轻心。真神级火焰九转涅槃诀。好厉害，连真神级火焰都能炼化。将九转涅槃诀修炼到六层，你也能无所畏惧。道道万千，唯我永存。恭喜你通过神级考验。这是我。凭此印记，你可掌控本座部分力量御敌。多谢前辈。你已得无知真火，假以时日，可比真神。离开吧。
神剑都在中心的实践空间。想进空间，必须获得实践认可。我来。再来，万钧剑意，为吾所用。太阿神剑，本王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你太心急了，释放剑道奥义试试。青天神剑。我主人，我成。谷大叔，要不您先请。天地万物，皆为无剑。十万年了，本座终于等到你。您是？吾乃太阿剑灵，霓裳。哦，那他就是太阿神剑。不错。果然是他。前辈认识，原为我方宇宙一柄顶级神剑，只是不知因何出现在这里。与造化玉莲相比，此剑如何？只在前缘宇宙略有声名，放在以前，本座不会多看一眼。不过，它目前不完整，如果完整，比天神剑强。仙子引我来，定有要事吩咐。倒是聪慧，本座想要你帮本座找回缺失的剑魂。要怎么做？剑魂落在我界古迹，如今被三方势力共同执掌，进入其中便有机会。哦，这么多年来可有派其他人去？有，但古迹凶险，更有神级禁制，他们大都一去不返。但这也是一场机缘，你若愿意，事成之后，我就助你正道称神。成交。这道印记能帮你感应残魂。
今天本少定要一雪前耻。呜，嘿嘿，本王拿到了神迹，当真不虚此行。切，还以为获得神剑了呢。你懂什么？神剑只属于我家主人。好，到手了。哦，只有一张神级两仪剑图。啊，是虚神六品的剑图，很不错。啊，嘿嘿，嗯，哎，古大叔呢？主人，收获如何？虽没获得神剑，但是接了神剑的主顾。嗯，果然如此。曾经老朽也被选中寻找神石。嗯，里面记载着古迹信息，你用得着。多谢前辈。啊，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，尽力就好。明白，师姐，接下来去大日层天塔看看。好啊。天齐师弟正在床塔，想打架我奉陪。身为神子，竟然让个女人挡枪接战。哼，口口声声讽刺别人，自己不就是畏战退缩，靠女人撑腰？打赢我，你才有资格挑战天齐。如你所愿。凭此印记，你可掌控本座部分力量御敌。多谢前辈。你已得无之真火，假以时日可比真神。离开吧。